川藏数显，绝巴第一，318观景台无数，绝巴最美。绝巴山又称角巴山，位于四川西部的巴塘和西藏东部的左贡，地处横断山脉的三江流域，包围在安久拉山、博舒拉岭、拉乌山等群山之中。绝巴山并不高，垭口的标高也只是3940米，但由于澜沧江千百年来的深深下陷，使得江岸壁立千仞，一派荒凉与坚硬，给人以山高谷深的感觉。这里是横断山区最著名的险段之一，80公里盘山路，近2000米的相对高差，使绝巴山成了川藏线上最难爬、最费时的一座山。公路在绝壁上延伸，不少地方都是紧靠山体硬生生地开凿出来的。上依绝壁，下临深渊，使任何初次到这里的人都倍感震撼。